前无线新闻主播梁海玲今日在社交网站贴了多张圣诞未浓的靓相，提早祝大家圣诞快乐。相入面的她不单止戴上圣诞帽，更加为圣诞树装饰，着埋露肩装和黑色丝袜，大酥靓靓的膊头和长腿，引来不少网民留言和赞好。有网民就指今年圣诞没什么气氛，但是见到圣诞女郎梁海玲，体温就即刻升温了。